是偶然遇见你，浪漫和澎湃的奇迹，交换了生命的诚意。青春它以你我全部的名义，打开沉默的程序，从此有自己也有个你，颠簸却兴奋，一起跑下去。小夏走路真快啊！我去洗手间。你又干嘛了？我没干，我给他打伞啊。你怎么打的？我，他走在前面，我走在后面，他在伞里边，我在伞外面。怎么了？给你一把伞，是为了让你们这样打伞。或者这样。哦，这样。伞小，万一你雨大点，那小夏不就淋上了吗？没有万一。啊？坐。我说的也不一定对。那你看啊，既然你已经主动去约小夏去看电影，想牵手，是不是也应该你主动？你们俩在山上看夜景，人家小夏很珍惜和你在一起的时光，那你干什么？哦，是这样啊。还有啊，我觉得他还没明白。这么说吧，你们是情侣，那小夏想要去做什么呢，你就陪他去做，你别老自己那么多意见。还有啊，你好好想想，你们两个是怎么在一起的，你当天是什么情况？哦，我明白了，队长。真明白假明白。我要回家了，我送你。不要。要的。青出于蓝胜于蓝，学得挺快。青出于蓝，那以后我也这样。我不行。哎，你说这俩也没跟我们道歉啊？我们的饭被他们俩搅黄了。咱还有两天假，要不然出去玩。我明天上班。后天。我觉得我们俩能碰到一起休假，好像挺难的。也是，我们的职业也没有办法迁就对方。之前好对跟我说过，我还没在意。这现在看来，真是这么回事。后天我们去海边吧。好。海边。那你明天在家拖地、洗衣服、收拾东西，然后等我下班的时候来接我。收到。思念分一半，比较容易承担。不祝福我今天不加班啊！祝福你。走了。
只是可以交换，爱情能被点燃，像条河盘中凌乱，各种颜色想描绘幸福的。米卡，又在值班啊？对啊，又在值班。这是一个老病人的，资料输入一下。主任安排了下周手术，你把术前检查给开了。啊，好的，没问题。米卡，过来帮帮我们呗。怎么了？七床的病人死活不出院，我们护士怎么劝他都不走。七床的老奶奶很可爱啊，也很听话呀、啊。所以，请你出马帮忙劝劝他呗。哎，侯队，克雷，有点事跟你交代，你现在来队里一趟。啊，好。米大夫，就是你说的最清楚了，我就信你。我马上就让老伴上来收拾东西。奶奶，你刚刚还说爷爷腿摔断了，来不了呢。哎呦，就不跟你们说实话，我就爱听米大夫的，他说了我就信。那就让大爷上来，然后去办出院手续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马上我就打电话，现在就打。这米医生说了，我一定要听。请进。今年这茄子是漂亮。克雷。吴克明，陆城人，常年窝在东南亚搞军火走私。手上有好几条人命，最近突然间跑回国了，省公安厅高度重视，已经派出刑警警力追踪一个月了。他已经回到了陆城，你看，是个狠角色呀，所以刑警需要我们支援吗？主要是他身上可能有重型武器，情报显示他最近几天可能要回他父母家，在闹市区。明白了，我和文波先布置一下。嗯，你们赶快集合上车，向我路程，路上可以讨论。好，明白。队里今天有事儿，不回去了。米卡，你先下楼吧。哦，我正好帮七号床去办出院手续。我有点事儿，你把这份病历交给主任去做对照，他在急诊看一个病人，快去。好，越快越好。哦，知道了。哎，记得提醒主任，下午还有会议。好的。米医生在哪里排队啊？这里，你在这就行。谢谢米医生啊。不客气啊。都有3%的，口服滴注都行，去吧。少主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小丽让我来的，送病人命令。怎么回事啊，局长？有一病人家属倒急诊了，咳嗽的厉害，有发烧症状。后来得知是刚从中东回来，疑似是中东呼吸综合症患者，已经通报疾控中心了。急诊，暂且封闭。封闭了。封闭了，你运气好，只能在这儿陪我。那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？有一颞叶血肿的病人需要手术，现在这情况只能在这儿做。本来想借陈涛来做，你来了，做我助手吧。好，了解情况。陈队。
陈涛，病人的基本情况。病人85岁，在家中摔倒，入院时已经昏迷。根据 CT 显示，急性脑内血肿，位置在颞叶前端，中线结构偏移，双侧瞳孔反应还可以，但是考虑到老人年龄较大，血管脆性大，病情变化快，所以需要立即手术。你看，我们做什么手术？颅内血肿清除术。手术不复杂，术后24小时非常关键。但是急诊的环境比较复杂，病人术后可能会出现肺炎、脑水肿或者是颅内感染的危险。急诊至少要封闭24个小时，具体时间待定。术后你负责监测病人的情况，麻醉师准备好了，进去吧。走。行队到了。介绍一下吧，这是特警队的邢队长，这是我们刑警队的徐队长。哎，你好，邢队你好。啊，这是我们队文波、文静、罗婷、李念。啊，大家好，行，邢队，那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具体情况。这边请。你们之前应该看过一个新闻，吴克民长期混迹在东南亚和广西边境一带，倒卖枪支，也碰毒品。2年前，广西警方有过一次针对他的抓捕行动，在抓捕过程中，他持枪拒捕，打伤警员，造成一死一伤。所以这次收到他回潞城的消息，我们立刻向省里申请汇报，请求支援，这才把你们特警队请过来了。他这次为什么回国？目前还不清楚。先前呢，是广西警方收到他回境的消息，以为他是要回来做一票生意，结果跟了大半个月，他随即又消失了，没有踪迹，以为他又出境了。这碰巧呢，是我们这边抓了一个偷车的小孩。这小孩呢说，前不久跟一个叫黑丝的人弄了台车。这吴克民早年在陆镇混的时候呢，这黑丝呢就是吴克民的心腹。那小孩说，这黑丝呢是帮他大哥弄的车。在陆城现在基本没有人能让黑丝叫他大哥，所以我们猜呢，这吴克民已经悄悄地潜回了本市，具体要做什么目前不清楚。还有对面这栋楼的305室呢，是吴克民父母的家，他父母呢已经去世多年，他没有结婚，也没有孩子，只有一个姐姐，住在这附近。现在这套房子呢，几年前已经租出去了，里面现在是租客。租客的信息查了吗？啊，查过了，在这边请。是一个女的，带着一个孩子，这女的呢做点淘宝生意，卖点衣服什么的，这小孩呢快6岁了，在附近的幼儿园读大班。这女的叫向露露，外地人，搬到对面已经有4年多了。查过她所有的资料，没有什么特殊的，跟吴克民也没有什么直接关系，基本可以排除涉案嫌疑。你看，今天晚上咱们两个在这值班，照顾病人，岁数大了容易出问题。好，我估计是没辙了，急诊一会儿还有2台手术要看。没人留你啊，赶快去办公室休息啊，半小时也成，赶快去。那我真去睡了。米卡，别晕着了，赶快给邢克雷打个电话，发个信息，告诉他今天晚上可能回不去了，别让他担心。我一天没拿手机了，我都不知道他找没找我。用我的。5分钟再打吧。你这一打，我也想起来了。看见了吧？我正吃着呢，今晚不能陪你吃了，关禁闭了。
先欠着，通通欠着，一共七顿了，不急。这辈子很长呢，慢慢还。成，我慢慢还啊，慢慢还。我先去看病人了啊，您再歇会儿。我已经回他办公室了。我三个小时以后替你啊。啊。吃点东西。知道了。先做这个检查，等报告出来通知我。好的。这次特意回来，有没有可能是他父母的忌日什么的？六年前他父亲过世，四年前他母亲过世的时候，他都没有回来过。他不像是那么有孝心的一个人。你们监控有拍到过这个车吗？找到过，但车牌已经换了。我们市里面这个车型特别少，所以才判断出来。行吧，我看一下。这儿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黑三下手。手机都关机了吧？进来就没开过。赶紧找邵主任 ，NICU 二床的病人需立即手术。你先去手术室做准备，我马上过去。好。这是我们队里小张。你好，小张，把里面情况给秦队说说。黑三还在里面打牌，这里面打牌的全都是周围的住户，我们怕有新面孔进去会让他产生怀疑，所以就没有派人进去。几个出口？两个，这里一个，后面窗户外面是个巷子。文波，你和徐队守前面，罗婷带人守后面。李念、文静、小张，跟我进去。明白。好，出发。天天哎，我跟你讲，我这个星期都没有买口红啊！你把这套牌赢了，你不又买口红了吗？哎，能是吧？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
你们又不给吃不给喂的。姚姬，哎呦，干什么呢？出去出去，扫兴！啊，有人了，没地儿啊。其他的事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你怎么联系的？是他联系的我，我没有他电话。完事之后他也再没联系过我。这吴坤明简直就是泥鳅。我他这么谨慎肯定是有重要的事。可惜啊，我们现在掌握的情报实在太少了。那你们见面是几号？几点在什么地方？说的越仔细越好。我们约的是13号晚上8:30，他让我把车停在小香码头背面那个空地上，钥匙放在手套箱里。警察同志，我以前是跟过他，但是后来他去了南方，我知道他干的都是大活，我都不敢去沾他。立刻调13号晚上小港码头附近7点到9点所有的监控。8:30的话，那边人多吗？很多。都是摆摊的夜排档，全是附近的工地人过去吃，一片都是。监控少，路灯少，不好找。那辆车开走以后，他有没有换车牌？那我不知道，车是底下小孩弄的，我自己都没去。我告诉他们，把车往那一扔就算数。他有没有透露他住在什么地方？这次回来又是为了什么？他没说，他在撒谎。你也知道他身上背的可是大案子。如果你有什么知道但是不说的，如果等我们抓到了他，可要对你从严了。我隐约听他提了那么一嘴，他说20号以后就走，而且身上应该是带着家伙的。20号市里有什么活动吗？我立刻让他们查一查20号市里面有什么重大活动。
记得赶紧睡呀。嗯，好的。邵主任，啊。邵主任，邵主任。你刚才眼睛里面有杀气，部长眼睛有杀气，搞四千万回了。哦，出去啊！有人来找吴克明吗？我看看。那是他姐姐，是来到这边唯一的亲戚，只负责帮他收房租，就是隔壁小区。有消息了，吴克明开走的那台车虽然已经换了车牌，但是那台车后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车标，那个偷车的小孩已经帮我们指认出来了。我们现在已经从监控视频中调出了这台车所有出现过的位置，马上就发过来。好。再过几个小时要是没有人并发，这隔离就能解除了。唉，总算是熬过这个大雨。还好还好，阿弥陀佛，我没发烧也没咳嗽。呸呸呸！这话可不能乱说的。我怕，我高兴啊！你看，你也没发烧，没咳嗽，我们大家都没事啊。是啊，万幸万幸。啊，总算能回家睡个觉了。是啊，昨天太累了，我都想躺家里床上了。哎，没想到小叶，你也挺迷信啊。谁迷信啊？啊？嗯，赵源，你知道吗？没什么胃口。嗯，咱医院这啊，这隔离措施能隔离90%，多安全，有什么好怕？主任，那还不是有那些倒霉的呀？小概率事件，别多想了，那不是自寻烦恼吗？是吧？妮卡呢？哎，他在隔离室，一会儿我去给他送饭。我跟你一块儿去，顺便看看那个老太太。好。出现了需要被隔离的症状，病人戴着呼吸器。凭哮喘判断，病人是否需要被隔离？隔什么离？防护服。我们让警局的同事呢做了一下分析，你看啊。在西城、连阳、上港、东城这四个地方，他的车出现的次数比较多。他跑的地方太多了，没规律。但是我让技术科的同事根据他车被拍到的次数的频率做了一下分析，啊，你们看，只有这个区域他不怎么去的。他一直围绕这个圈在周边频繁的活动啊。没错，这个地方。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双井二村，他父母的家，还有他姐姐的家都在这里。他这应该是刻意的避险呀，他不会是来找他姐姐的吧？我们观察了很久，他和他姐姐应该没有任何联系。他会不会有什么东西放在他父母家？要去吗？把这个相录的资料给我看一下。嗯。开淘宝店，常年不出门，专职带孩子。
对的，他的小孩呢，小的时候得过什么病，身体一直都不太好。我们查过，他幼儿园呢也经常请假，然后这向露露呢，主要的精力就是带孩子。那这段时间，快递来的多吗？外卖倒是挺多的，快递嘛，就一两次。一两次？你们坚持多久？也有快4天了。4天快递就来一两次？昨天好像一次都没来。他一开淘宝店的，这也太不正常了。文静，你看一下他这个淘宝的店铺。好。行队，这家店果然有些问题。一般来说，卖服装的淘宝店每隔2-3天就应该上新。就算向露露做的是那种代理，也就是说她开店接单，然后拿着单子到工厂，由工厂代为发货，这样可以解释她为什么不用发快递。但是，她至少应该接单吧？向露露的这家店已经1个多月没有接过单。而且也没有上过新，每次上新也只有那么2-3件。像这样的淘宝店，压根儿就不可能挣钱，更不可能养活他和自己的孩子。可是他也没有别的工作呀，他会不会让人包养了？你见过哪个被包养的住这种老房子？也没见哪个男的来找过他呀。下个单时，还有没有他早期的资料和发展？已经让他们发过来了。你先好好休息，别想太多了。你看护的病人目前没有发热、咳嗽的迹象，但按照规定，我们也把他隔离了。你还得在这儿待24小时。邵主任现在在上面有手术，出不来。有什么需要你就跟我说。我需要我的手机，还有充电器，应该在办公桌上。好的，我马上让他们给你送上来。好，你先好好休息。有什么需要给我打电话。好的。你们看自己手上，他这店里面过去4年的交易记录，平均每个月不到6-7笔订单，但交易额却有20000左右，而且经常下单的就这么几个账号，回购率非常高，这很不正常。这会不会根本就是同一个人在下单？很有可能，而且他的物流单号全是假的。那就是说，等于有人白送钱给他呀。取消订单，这摆明了就是不交易嘛。向露露和吴克明早年都是在广西一带活动，而且向露露早年也被警察逮捕过，所以我怀疑他们两个根本就是认识的，甚至这个孩子很有可能就是吴克明。米卡，怎么样？好些了吗？还有点发烧，其他没什么了。手机和充电器给你拿过来了，已经充好电了，开机就能用。还有什么需要，随时给我发信息。对了，那边柜子里有一个热水壶，自己烧点热水喝。你快出去！你别怕，那么多人，只有你中招，没那么幸运。快走了。电话。
被隔离了。昨天急诊出现了疑似中东呼吸综合症患者，我今天就发烧了。当着同事的面，我不能说害怕，但我如果真的被感染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看到消息给我回个电话好吗？夏夏，我被隔离了，祝我好运吧。妈妈，我要看动画片。哎呀，看什么看啊，都被你玩坏了。你看，看不起来了。谁啊？有人没有？你找谁？我是鲁城攸县的维修人员，人打电话说电视坏了。是我。我说有线电视看得好好的，突然之间就没信号了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那我给你看看。嗯，进来吧。好。那就在这儿呢。孩子正看着动画片呢，突然之间就没信号了。我这什么都没按呢，是不是线有问题？我靠，哎呀，你这个可能是路由器坏。路由器？嗯，我用了没多长时间呢。哎呀，你这孩子，叫你别乱玩了。没问题吧？你能不能让妈妈省点心啊？别给妈捣乱了，啊！看你把家里边填的。喂喂，别动了，你坐这儿，拿着这个，你借我。啊，很凶吗？嗯，马上好了。你稍等一下。哎，好了，你这路由器坏了，我给你换了个新的。哦，多少钱啊？不要钱，俺这公司跟老客户有活动，免费的，你给这签个字就行。在这儿。对，签这儿就行。好，电视再坏你就给我打电话，啊。我送你。他姐本身是要用钥匙开门的，但看到你之后，就把钥匙藏起来了。对，我出门的时候，确实有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。正常情况下，房东不可能拿着钥匙直接开房客的门啊。是啊，还有那句交房租，就好像是故意说给你听的一样。明显是装的。魏主任，39度，还是高。4个小时以后再测一次。
想一个未来，拥有一片星海，在某一刻看你向我走来，孤单经过人海，看别人的精彩，而我的心在等谁来主宰。因为一个意外，轨迹已经更改，多么真实，从现在到未来，不愿给谁伤害，也不愿有遗憾，可命运总是沉默的留白。是我想让你依赖，遇见你是意外，命运为你更改，多么真实，从现在到未来，慢慢学会期待，给你伤害，可命运总是沉默的留白。所有的美好都在一瞬间，像真实的存在，就好像我有资格期待。也许